有姐姐在就是全员一起疯。 Ella 在微博释出参加乘风2023的幕后花絮，公开姐姐们的私下互动和宿舍生活。什么鬼东西？谁送的？每次看到我就说了，你儿子好可爱哦！你儿子呢？你儿子在哪里？嘿嘿嘿，我就空气，嘿嘿嘿，然后都你儿子，我跳成这样子哎，这样子哎，这是我的房间。宿舍里面呢，都会有很多的摄影机，比如说这里有一台，然后这里有一台，然后这里有一台，再来，这里也有一台，一共四台。那我都用什么东西来盖住我们的摄影机？当我裸体的时候呢？用毛巾对折，然后盖住，然后再用橡皮筋把它包住，然后这是浴帽，就直接这样给它戴上去，这样戴上去。然后厕所一个马桶，还有我的大便仪。然后这边是 shower 的地方，现在的厕所很棒，已经有了淋棚头了。之前是只有花洒，然后现在有了这个淋棚头，太棒了！洗澡的时候就不用这样洗，全身在洗了。是说 Ella 还和姐姐们在闲暇之余拍了一段谢金燕的姐姐 MV。Yeah.